犯下这种错误。因为你平常偷完你的动作都会马上收回去。我昨天忘了。那这样都不。因为我不是在那旁边充电，所以我有过去，然后我看到在你碰你的痕迹。哎，缆车为什么没有动？现在突然间停在半路，上面有人，又动了，又动了。好，走吧。好低哦。他已经被抠完了，所以杀光了。对，现在在我的硬碟里。哦，你说你看到？对啊，就在透明的上面。对啊，那我早上完全就咻噜咻噜收起来，我完全忘了这件事。你觉得他几点会打扫空房？我觉得在那个角落，他应该又是欧塔尼，我觉得应该是还好，甚至于搞不好他还会打电话给我之类的。我觉得是吸尘器会使用的。那我思考一下。你有印象你拿那个透明的东西的时候，你的手势是怎么样？我把硬碟跟什么？跟线全部握在一起，然后放进我的透明塑胶袋。顺序是硬碟压在它上面去弄的，还是它在硬碟在下面？不记得，而且有没有上下反过来也不记得。所以我才会变成我问你啊，我连它那个时候插在里面的卡到底是我的黑卡？我是看到在上面好像有两个颜色，白的跟黑的吗？我说卡面，应该是，啊，不知道。哦，那个不是，有拉外套。对对对，是，应该是白色加金色。最新的卡现在在你头上。啊？为什么变我头上？因为那一颗配那一个 GoPro 啊，现在 GoPro 我们已经是交换的啦。但是你之前是你的会哇哇叫，然后你换了新的卡才好的啊。你说最新？不，你不是买那速度？最新的卡有个问题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bug 在哪，就是放进 copy 机里面，过一阵它就自己关机了。然后，所以现在的状况是，你的头上的那张卡应该是最新的卡，然后里面还有之前录昨天的份的。对。啊，这样就到了。中间代用的那个停的就是这一台，左边这一台。好，它不用开。这个雪场我们已经看完了。看完了。就这么大。对，就这样。上面左边绿线，然后上面这一侧是红线。你要说这样要比起来 NASPA 有没有更小，还是这个比 NASPA 小，这很难讲。其实它拉的高度比较高。它比较高，所以风景好，我也只是看了这一点。所以我就说四小时就够了。对啊。你说如果整天多少钱？整天5000还多少？不是，我说原价。如果是他的整天券，好像再加个300吧，你的头会碰到。
而且你看这一个缆车站，为什么它缆车站要搞很大？对对对，之前其他缆车站没有水泥那么多的，去吃饭了。哎，阿顾的人呢？顾的人呢？哦，在小屋里。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独立的，在往上坐的。你等我看一下哦。他说绿线在这里 ，Ropeway 往那，那就走这边吧。他还说这里动不了。啊，山顶就是这一段了。你说这一道，这可能是绿线吧？右边这可能是红线吧？如果是以前的我们可能会吓死啊，拍个刚好像更好看，现在怎么它都被树挡住，被动式拉链都没拉，你怎么的，我好冷哦。背后冷吗？没有啊，没东西啊，因为你没穿中层吧。好了，下推个几下就暖。这里好高，架得到吗？架得到，有点怪，就觉得我的板靠不上去，不够长，是不够长，靠下面。自己看菜单不好吃，就下去意大利。摩托算走好了，但是后来被那个我们在哪里吃到，超惨，不然也不了。那是因为那里贵啊。汉堡、咖喱、汉堡，这两个汉堡差在哪？汉堡轰炸过，跟一个啦酱不一样。是哦，那两个汉堡。你比这个想吃，跟那个比较想吃。还是你要吃披萨跟意大利面？因为这个它有点大。啊，是哦，啊，那下去，好不好？下去。再见。走。没有。可以吗？可以吗 ？OK 啊，我都 OK 啊。这样可以，就是我滑到剑桥那个。是啊，都一样。刚刚我注意到，后来那个路又合在一起了。可以啊。你觉得他一定会卖热汤吗？
往右是可以吗？可以吧。你说什么？是啊，啊，就是这条路啊。对，就是往右。好，一九一九，什么镇啊？这看起来像雪板架，因为它的宽度是设计的像雪板这种宽度。有冰淇淋，还有冰淇淋，下面一种，两个不一样哎。什么不一样？你说我两家店啊？哦，下面好像没开哦。一楼。披萨的呀，二楼。我刚看到外面是有个楼梯的，但是不至于要走外面的楼梯吧？啊，我们是要去二楼还是去一楼？二楼。那怎么走？它不是画直的吗？对啊，进去吧。下去呢？可以啊，有楼梯。盯着它看。